天落，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。魔线歌唱比赛《星梦 Junior》喺27号晚首播，赛前 Esther 同埋 Vince 都被视为大热。后者仲喺镜头前好有自信，时刻都觉得自己表现满分。而首轮赛制，佢哋早前嘅录音已经交咗俾吴若希、胡鸿钧、堂妹关心妍同埋王奕嘅手上，并透过慢听评分。而 Vince 喺呢一回合嘅表现就唔算好突出。关心妍听完佢唱嘅《海阔天空》之后，直斥有懒音同埋做作咗啲。不过吴若希就认为佢技巧取胜，而另一个热门 Esther 表现就令评判相当满意。佢自弹自唱约定，吴若希同埋胡鸿钧都认为佢唱得好有感情，